恭喜你那只杯钱大举功，坤大举功。讲师好，请坐下。
他发着光的上帝无人像他到，我这光的非常的大，伊从这光的回向迄个云天，伊慢慢下下去，挂南挂南，这空气里头，阿婆那些话，咱不知道嘛，那个阿婆讲，好用啊，那些话空气难挂南挂南，就是讲伊精细人呢，一锻炼，花店，哦，也是一碗，这个吼。伊嘛是从现况时代从好一个哦，各种进行这个工作，但是呢，伊唔知怎么追管他，啊对，但是呢，还会对这个人，他产生了这样，啊，安尼尔，但是尾仔知影了，伊嘛是搁一直发奋，搁努力，搁救一个人对，安尼尔，哦，这个人吼，伊就是去面对上这个，哦，这个问题，啊，所以当伊。这工业培养好以后，伊慢慢靠近，这么，然后他这些配送的应用需求，现在彼得的信心，因为这工业产生的信心，但是看我可以讲咱每一个工业部就是这个事情，无可能啊，哦，但是咱还固定性啊嘛，一定无卡慢，咱有这关键阿点可以来，可以来进行的，但是。所以现在伊发多人，伊这当中伊发多无遐济人，伊大家唔起来做庙事的师傅来引导，因为较早吼，伊只过了是做先锋师，啊，讲结束，所以，但迄个庙事是讲，伊只要叫来引导了，伊要来听来听，从工业培养或者环境，当然伊进行的是那。这个交流方法，所以当面说话，啊讲呀，但无第二句话，当然是起来引导。但是咱即摆咧讲诶，咱咧讲食来引导，伊就毋是。所以这时吼，所以这时作用。所以话就变作讲，心为德源，方便无应用一切有限。伊在出现这个黑道的，还关于对道信心。你有相信道真、地真、天人真吗？但是咱普通的人吼，对这事方面，因为咱若听到这个黑道话，还是信，这个感应的这个物件了，咱个听了，咱也是百分之百，咱差不多百分之百。咱若是讲后天有这个信。而且呢，啊，所以就是有信心，所以最后哦诞生的就是一年多，一年里面的切靠哦，因为你有信心，啊，所以你看，这两个，伊讲这个开放部门，就是讲一日大，要要去荷兰救人，咱存在是够亲切，有那个。因为大人咧讲是上话，咱是安尼过日子，对不对？但是咱普通个人信心嘛，我无够。讲一解伊吼，咱就是讲去，咱做好个朋友，接个领导，那么伊又来，咱是信心是，但是咱嘛，咱嘛是。虽然咱做过来，咱嘛是肯定话成功啦，咱嘛是功绩啦。只要咱大家担起来，咱个目标就成功。但是咱就是。对不对？这样子的情况哈，那底下的领导人没有前面讲，现在咱不能开团去，咱往哪个店面里去啊？因为大家动起来啊，以前嘞，啊，起码为了咱的员工的进步，我现在开团去，哦，咱这边动起来，咱店面里去，前面多动起来，啊，像当年了。咱上啊，代表啊，咱咱来持续不断，到咱做得了，咱来咱先做好啊，咱来叫人办啊，来听啊，咱现在当面对，哦，现在当继续进行，我有信心，哦，安全呢？安全的信心，咱来加提高，来加提高啥？咱就来提高每天记录，保证咱能等。
是不只爱有公平啊，啊，唯有个人公平上有关。啊，咱每个人，咱若我看到做咱部长，哦，咱领导。我想来，即阵仔了，国家即阵三百几个，本来是八百几个，啊，一个月啊，无限一个钱啊，大家有讲，但是伊咧封亲啊，啊有封亲，哦，有机会，咱电视来讲，有可能就有机会啊。你只要求他登记哩，你只讲登，迄个会登结婚，无可能啊。你登一百粒，上万万就一粒，把这放车。放车的你也登记，甚至一摆上台也调一了，我一千了万调一了，调一了放车呢，你都冇登记哩，那有机会结婚？不可能啊！所以人讲有讲有机会，像大个阿婆咧，伊先能发大钱发钱啊，快点来就讲。但是咱各种人讲无，较无迄个信心啊。你若得对上咧，咱这里好讲，就不一定做好。那个我心情，那个对当地人的心情，你讲唔知讲，会听歹势啦，啊个，哦，讲会人唔知，今日来遐呢，用我起个家务，我就做迄个家务啦。啊，有伊遐个，反正咧对地人就讲，因为咱无土人住落去，啊，伊哪样唔讲，啊，伊伫咧遐看，人生来这世间是。不过嘛是为着人啊，是为着这。哦，那讲白就是，你若说面前呢，咱读册时，咱讲一转眼就三年，但是我讲一转眼就三四十年，不必呢。爱跟世间有啥物呢？有啊，是为着咱为着家庭啊，咱拢追求好个。咱大家拢追求发财，发财看会到，这嘛是现实。但是你嘛是讲福慧双修，福重要，福就是大事，这个你听懂。但是这福报呢，是对善修来的。咱有今仔日有房，有那个，咱这有知识人，有知识人。所以好讲叫必见善因，必修行。啊，好报是对善修来，所以呢，吼，为人，哎，这几天做也是保好养的，安在这里的，安在这里，这爸爸妈妈也讲的，这是一样，业力的这安住的，所以有救对人，不的事情也在万里天地里面来，也在万天地里，而且你在对善多起来一个，哎，有救的对了。在来主动活动啊，只有钱，这种在怎么？在那个好过，在那边来竞争，在改变地域不爽快。这地域他起码讲是爱好民享受。在大家一时呢，主动互相不能干的这个，对有好过，来有时间这里干，这里在辛苦。有时间在你开班会研究道理，来改变这个地。这也是好事，因为咱今年的啊，最近有一条飞天之路啊，是不是？咱来好好啊修啊，啊不然这世间人啊，不会去，啊那追求好个。但好个呢，咱报应的，咱人家报应了，咱过好个呢，帮人家做，而且呢。啊，公家资料可以给你，我给你怎么样？啊，钱较侪，人家咱赚的，赚的。所以咱一定要好好享受。啊，所以今年这当中，咱一定吼，接近尾声，大家听到是哪个会？咱这边呢，咱有这个，咱这个开放过后，就是到咱的五月的过年前这个大。也是，也是。
大奖，啊，所以大家呢一定爱努力，啊，所以呢大家努力，大家一起来嘛，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啦。啊，也是讲爱学习的，那学得了，拿回来，拿回来研究，但对道理呢，一以贯之。但讲得好，但讲得，那讲得歹，我们别自己负责。但是爱来参悟，来研究，来进来班级中的，教育班、训练班，啊，各种练习班、演练班做的，那你还得什么？但若无参悟，那么对道理所体会。就是来讲讲，唯有身临其境才有印象。你若无身临其境哦，你就会印象困难。那么一点你哦，这来说，往那往事也好，你嘛，你无去硬看，人来讲你意会袂。你若去硬看了，人来讲你马上意会，意会得来。所以大家呢，一定哦，爱甲情况嘛，大家全力，啊，这样子专业的。今天也好，大家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感谢蒙品跟慈悲前道鞠躬，尊道鞠躬。热烈掌声！